人活着，谁都不用瞧不起谁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潮起潮又落，家财万贯，买不了太阳不下山。身无分文，不一定日后没江山。在这个社会里，遇到有钱的，别嫉妒；遇到贫穷的，别耻笑；遇到善良的，别欺负；遇到可怜的，多帮助；遇到讲义气的，拿命袒护；遇到耍心眼的，不屑一顾。山上的人，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，因为终有一天会上山取代你。上山的人，也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，因为他风光时，你还在山下。No matter what the world becomes or how others treat you, please remember, as a human being, never look down on others, be low-key and be kind.